今天要从山区转移一批货进黄石，他们准备把毒品藏到沙土袋里。多大的量？1000公斤吧。所有人走蒙市那条线，有这么大量的毒品和枪械，一旦让他们偷偷转移出来，再流向内陆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 龙水库4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泄洪了，通知机组队，4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。明白。立刻停车，放下武器！撤！撤退！撤退！你们一包毒品都没有？毒贩很可能是走了另外一条线。 岩龙水库还有90分钟就要泄洪了，赶紧别跑！岩龙水库一旦泄洪，半个小时就会被洪水淹没。他跑不了。 你选的泄洪位置简直太绝了。